首相多马蒂指出，朝圣基金局妥善管理朝觐事务，获得沙特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的赞赏，令大马感到自豪。他希望朝圣基金局继续提高服务水平，成为全球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楷模。Ia bukanlah satu tugas yang mudah, kerana ia adalah satu urusan yang memerlukan penelitian kepada semua peringkat persediaan yang merangkumi keperluan jemaah haji sebelum, berlepas, kebajikan mereka semasa di tanah suci, sehinggalah mereka kembali semula ke tanah air. 马哈蒂是在出席大马朝圣者前往麦加朝觐祈福会致辞时这么表示。他说：“朝圣基金局是我国朝圣者最熟悉的处理朝圣事务的机构。在朝圣基金局还没有出现之前，朝圣者要处理朝觐事务都不方便，以及耗时更长的时间。有鉴于此，他促请朝圣基金局继续提升服务，这包括在朝觐管理、储蓄及投资方面，以便他继续处于辉煌水平，成为全球其他。”回教国的楷模，他说：“与其他国家相比，大马朝圣者最受惠，因为朝圣基金局会提供有系统的全套朝觐服务。”由于受到印尼烧巴的影响，我国这几天都受到烟霾笼罩。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东盟几个国家的代表今天聚集在文莱，讨论如何应对每一年都会出现的跨边境烟霾问题。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部副部长伊斯纳莱萨表示，在这几天所出现的烟霾情况，是因为我国的登加楼布拉马尼斯和彭亨北根以及邻国的林火所引起的。有鉴于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将会使用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来应付这次的烟霾现象。他是在吉打双溪大年出席2019年州级科学周时这么表示。是的，印尼烧巴影响我国的空气素质，尽管相较几天前的烟霾情况有所改善，但我国大部分地区今天依然围绕着朦胧之中。如果印尼的烧巴活动持续发生，我国人民将会继续受到危害。我国历年来以四季如夏声名远播，国内大部分地区全年适合旅游，是全球旅客的其中一个首选目的地。但是近年来，因为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的影响，一些国人就揶揄，我国似乎每一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季节，那就是烟霾季节。Bukannya actually memang sentiasa berlaku kan di Indonesia, memang tiap-tiap tahun kita akan dengar mesti berlaku kan. So benda ni persekitaran persikit persekitaran yang tidak sihat ni tak sihat untuk kesihatan kita kan. Jadi lebih baik banyak berada di rumah. Kalau ada jerebu, seeloknya duduk di rumah lah supaya sebab kita kata kalau jerebu ni biasanya dia menghalang pernafasan semua benda kan. So masalah kesihatan lah. So better duduk rumah. Kebanyakan setiap tahun macam ni lah. Tapi so far setakat ni okey lagi. Daripada sebelum-sebelum ni. Sebelum ni lagi teruk lah sebab kita nak buat aktiviti luar pun sampai limited lah benda ni nak bawa anak-anak. Setakat ni nampak under control lagi, the rest tak tahulah macam mana. 这波从苏门答腊岛方向吹袭我国的烟霾，给附近沿海一带的吉隆坡、布城、雪兰莪和槟城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面对邻国带来的烧巴烟霾，国人可说是束手无策，相当无奈。卫生部也提醒国人，在烟霾来袭期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影响。马来西亚是美食天堂，拥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吸引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配合2020年大马旅游年，农业部长达多萨拉胡丁表示，该部将在海外推出大型的活动，推广本地水果，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我国，同时也扩大海外市场。萨拉胡丁表示，这个措施是政府想要打造我国为享用本地水果的首选地方，同时也让政府有机会扩大市场到海外。
他说，除了中国，推广活动将在新加坡、韩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进行。政府将会继续推广其他本地水果，如红毛丹、葡萄桑、山竹以及哈密瓜，以便他们能够销售到海外，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他是在为农业企业嘉年华开幕后向记者这么表示。萨拉胡丁指出，在成功出口冷冻猫山王榴莲后，部门与中国讨论出口蜜藏菠萝蜜，目前有数项程序以及出口议定书需要部门准备，以落实这项计划。他说，中国执法单位将参观农民经营的水果园及农场，并安排议定书，了解素质水平以及未来出口水果的安全性。最重要的是，我国必须重视素质，同时有关水果园及农场必须拥有大马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MyGAP， 以便有资格出口水果到国外。这是部门发展农业的焦点之一，同时加强下游行业，提升国内经济和农业。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昨天宣布，政府决定将 Backup B40 全国健康检查计划的受惠年龄从50岁降低到40岁。政府相信这么做将会让更多的受惠者能够从中受惠，让他们能够进行健康检查以及获得治疗。Kami telah membuat keputusan dalam poskep, mesyuarat poskep untuk kita turunkan umur saringan kepada 40, yang dengan itu kita akan dapat satu lebih, kita dapat satu kaptif ataupun kita dapat merangkumi ya, yang lebih usia muda, usianya 40 ke atas. Jadi kita harapkan kita akan dapat double, triple untuk 4-5 bulan yang akan datang sebelum hujung tahun ini。Zulkifli 提到，这项新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全国使用这项优惠服务的50岁人士只有40,119人，而政府早前为计划定下的目标是高达80万人。政府从今年4月开始为 Backup B40 全国健康检查计划拨出的款项是一亿令吉，原定计划是要为80万名低收入群体的国人提供健康检查服务。大马各族和平相处是国家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霹雳州务大臣达多西阿马法萨表示，我国各族之间必须和平相处，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才能够展望未来，不断进步。在霹雳州国庆月与辉煌条文推介礼上，由霹雳州行政议员哈斯顿为阿马法萨代读致辞。在致辞中，阿马法萨呼吁州内的子民展现爱国的精神，在不同的地方张挂国旗，一同欢庆即将来临的国庆日。另外，配合今年的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主题“爱我国家，连结大马”，阿马法萨也希望人民可以了解团结及爱国精神的重要性，以促进和谐及共享繁荣。在推介礼上，大会也为霹雳州国庆日辉煌线条车队主持挥旗礼，有关的车队由30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组成，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前往州内的12个县署，让民众一睹车队的风采。大马渔业局为了让海龟保育的观念传达给更多人，让大批的小海龟从沙滩奔向大海，回归大海的怀抱。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我们再会。